个招呼好不好？大家都等你等好久，太久了，你们看起来好可怜哦。其实我跟你说，他们那个花啊，下午就发了。其实我从下午就一直在看直播，哦、真的假的？你的发型就渐渐顺着雨水梳上去了。真的很用心呵护那个花，就为了待会跟你一起合唱一首歌。有，因为前面的这几排，我从下午就看到他们的脸，所以你发了直播这个。有啊，我整个下午都在看，然后从3点的时候就开始狂风暴雨嘛，我就好害怕、喔。对，一开始就狂风暴雨，因为早上本来还是大太阳，我还很开心。对，结果到了下午就风云变色。是，而且啊，一定要跟大家好好讲一下，因为当初你接到这个任务，就是2018我们花博11月要在台中办嘛、那邀请你来当这个推广大使，你那时候心情怎么样？我觉得很适合我啊，你不觉得吗？我也觉得很适合你。我整个人身上就是有一朵隐形的花在包围着我，没有看到吗？那你觉得你这次担任这个我们的推广大使、你最大的任务是什么？最大任务哦，我觉得其实这一次找我当推广大使，我觉得他们很尊重我，然后也很知道我可以表现的地方是什么，所以他们让我写了一首主题曲。我觉得用音乐是我最擅长的，然后也是最想要跟大家沟通的方式，所以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表达我从小到大对花的喜爱，我觉得是对我来讲是最好的方式。所以你就写了一首主题曲在花博、大家你们有没有听？你们有听吗？你们会唱吗？他们都说他们会唱。你们会唱了？啊、有人很诚实，不会。那个人真的摇头。好，我跟你说，我们的歌词都印在这个扇子上面，待会可以一起唱，好不好？所以大家今天等了这么久，接下来舞台就要交给我们最强新人。有点旧的新歌吗？